我是天神之女观音瓶，虽然力量微薄，但是我会努力。
刘禅大人，请交给我赵子龙吧。 必经之路，如果胆敢阻碍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 这里，难道增援来自吴国？这下不妙了。 必须尽快压制通往吴国的大门。 到达贾诩大人身边，就让我夏侯仲全来陪你们过上两招吧。 斩杀了敌将，已经结束了，那就太好了。进展顺利。